木器制成的杯器，作为丈量、测距和画线之用的工具。首先来看木尺上的刻度，只有简单的刻线，而没有尺寸、数字的标记。但从标线刻画的长短来看，每一格正好3公分，整支木尺共计刻画15格，因此总长度为45公分。由此可知，虽名之为马尺，但是度量单位方面却非英制的英寸或英尺，反而是符合台制的尺寸，也就是每一格刻度为1寸，整支木尺15格共计为15寸，合计为1尺半的木尺。关于马尺的主要用途，是在采石作业时，除了画线与测量石材之外，最主要是针对即将要切割的石材，划定打转凿孔的路径与标记，以及凿孔与凿孔之间的间隔位置。